旗社啊，咱的陈行将军，很特很有特色的造型。感谢着咱主韩宫啊，士林夜市最灵的守护神啊，就是我们慈贤宫的妈祖娘娘啊。这个要去逛士林夜市啊，啊，一定要来参拜一下我们慈贤宫的妈祖娘娘啊，她是我们自然界的天后啊，最美丽的啊，这个守护着我们士林文化的发展啊，非常重要的啊地方大庙之一。感谢着咱的骑兵车，咱的陈顺将军。谢谢我们的自然界的天。